竹板用木锄，认识了道路不好走，从农村到县城，人人都奔好前程。能吃苦肯受罪，小康生活不费劲儿，主人千万有底线，犯法事儿不能干。中国法律定了命，触碰了法律会前程，连人带家难消停，逃亡路上不太平。不管多长多少年，迟早摆到花绿前，手打竹板开了枪，局里的说话有一桩，家族起先凭正想，自认死亡的把命伤。事情发生93年，农民沉默谈一谈，扣着花生奔村人，匕首捅伤死了人，兰花随即去逃亡，西县的公安忙断肠。浦江说奔山西，大海捞针无人知，时间过去7-8年，平城所里坏人员呐。新任所长向光瑞，所里的旧案费了劲儿，早起晚睡一天天，百姓安泰记心间。起五更半夜熬，杀人嫌犯在外逃，作证这事难睡着，命爱在身莫小瞧。又吃所长下决心，找他家人去谈心，讲政策讲法律，规劝他投案好措施。长期逃亡骗自己，何日才能见天日，动之以理笑以情，思路转变两回命。真是案例一桩桩，听了家人心发慌，说了道理将回命，不去投案难消停。不管过去多少年，投案自首才能完，所长上门一堂堂，为他不再去流浪。无身份没收益，逃亡了全国和各地，尽管干活都挺累，天天的夜里难入睡。听到警笛就心惊，一年的到头难放松，只因当时犯的错，一天的到晚不好不喝。所长多次去规劝，如今已经的投了案，时间跨越24年，案件的审理还没完。所长司机陈美团，街头的巷尾在流传，红都蓟县平城乡，传遍了各个小村庄。提起所长苏木子，赞美英雄好司机，能吃苦思路清，体现百姓和民生。百姓个个啥心情，几个人成语表混命，这是赤胆忠心，铁血柔情，一身精气，斗智斗勇，粗暴顽亮，明暗现场，生死较量，责任面前，英姿飒爽，直话为民，忘记个人啊。